五二三四五六七。原住民名字以诺马来的阿红老师，在泰雅林风吹起的1972年出生，是艺人周杰伦的编舞老师。因着国度侍奉的负担，去年成立 OK 先锋家族，创作福音敬拜音乐与多媒体传福音。更参与泰雅林风50喜年庆典服饰，回馈家乡，训练十多位泰雅尔年轻人以舞蹈敬拜开场。林风50有这样的故事，那一坛在新竹，然后又坛又是泰雅族，那我也是泰雅族，那我信主今年大概进入第19年，我几乎都在花东、云嘉南、中彰投，我第一次回到我的家乡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么一搭上这个线，然后就认识了师母牧师，然后。田埔的牧师师母，然后跟他们聊我的意向，他们就非常感动，一起来服侍主，用肢体来荣耀主，这样，对，不单单只有我们的歌声，我们也用舞蹈，就我相信这是那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利器，这样。不管是我跳的怎么样，但是我只要知道，我只要用一个火热的心，就是对着神去跳舞的时候，我相信神的祝福的荣耀其实会充满在我的生命里面。包办，他带领一群以创作福音敬拜音乐和多媒体制作的国度侍奉团队，以热情的舞蹈节奏，非常有力道的传递林风50喜年的精神。那个新的世代要传承，就是我们用了结合的比较时尚的音乐，还有 rap， 让这个表现力会更不一样。最主要第一就是要让原住民要团结，年轻人要起来承接，然后我们要谈到1972，然后谈到2022，最主要就是要传承，然后。崛起年轻人这样子。林风50喜年庆典是 OK 先锋家族国度侍奉的第一站，未来将走遍全台746个原住民部落，以音乐敬拜传递意向，邀请更多敬拜者、代祷者建立祷告殿。以上是 GoodTV 新闻中心新竹采访报道。